Flash 大飞这次在台北展，就是也就是 Computex 展出的主题，其实都是围绕着就是无线镜面这个主题在做构想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风扇的主轴也是看过去里面是反正很多层的反射镜面这样子一个特效。大飞这次特别展出了我们即将上市的新产品，也就是不同系列的青黄轴的键盘。那像这个特别是100键的，在办公室的话其实是非常适合就是办公族的使用。那其实也推出了100键108键，那总共是有三个颜色，奶咖，然后我们经典的黑橘配色以及 sky blue。 好，那 Dafflash 这次在 Computex 特别做高了2楼，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招牌的一个反射镜面，也就是呼应我们这次风扇以及主推的水冷它的无线镜面的反射的一个效果。那右边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风扇的一个标志，所以其实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工业风融合的无线镜面的一个风格。那其实我们这次有特别挑选了白色作为我们的主轴，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前面摆的这三台机箱也都是最新比较流行的大的宽的机箱，可以装下比较足够的显卡，那也是搭配我们的最新的水冷以及风扇样式，那特别做这样侧透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看。那搭配这次其实是充分展现我们的散热产品的功力，那可以看到就是上排的塔扇以及中间那个最显眼的 mode 的DIY 式的水冷，那都是为了就是强烈的展示我们在水冷上面的琢磨。那以及下排也是我们这四款最新款的 Dafflash 推出的水冷，所以未来也可以在市面上就是看到他们的身影。那尤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场做一个 mod， 就是用战术箱来做一个非常专业的 mod 的改装，那上面是可以操纵我们大疆模拟器的一个改装的产品，那其中也使用到我们的无线的水冷头以及无线的风扇。